不是你这是戏呢还是真摔了呀？这鞋太滑了。这个不是戏是吧？这纯属意外啊。是意外，真意外。能明白了吗？没追上。11个字啊。啊，再来一遍吗？是还来吗？就从这儿，从这儿。啊！11个字儿，申涛也来，申涛也来，这么多人，有你才对，也对。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对对对，好好吗？11个字是影视剧吗？影视剧还能猜出来吗？追你追到天涯海角，有点相似了，但是不是已经要开始传递了啊。李斌跑，李斌你跑得更像。你跑，我跑。贾玲姐跑更不对了，这题目不对了。Baby 比较像 ，Baby 你来，来了，几个字呀？11个字。啊，11个字，还没猜出来吗？明显 Baby 跑得很明显。窈窕。我觉得整个这几季王牌呀、啊，你受最大的打击就是子文不让你跑。等会儿，我来一个，我跑一个。跑吧，我们都追。你也下来，都站着给我追。这个电视剧不管是什么了，这个名字就叫都抢我。Action！ 谁呀？哎呀！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谁欺负我大嫂了？谁？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吗？7个小矮人。猜出来没？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哇，真的是这个？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哦，完了，他不让你在前面跑。为啥呀，王子文？说什么原因呢？女孩嘛，我不是吗？你是女人。这题是王牌家族答对，我们来看看花花这一轮要传递的台词是什么。你说咱们是群殴还是单殴？什么群殴？群殴就是用我们四个削你自己，单殴呢？到时候就是你自己打我们四个，别废话，那不一回事吗？对，就要削你了，怎么的？别跟他吹，你动动手，我看看。这是怎么地了？这挺长的，这还有戏。打开点，打开点，你别搞他去。老宋，哎，稳住了，老哥，怎么的？你俩来，听话。哇，这不光是台词戏，这是一番动作戏。哎呀，让花花说这个演这个有点难吧？太难了。这个有点简单，不简单，动作戏。来吧。你说，咱们是群殴还是单殴？什么群殴？群殴就是我们四个削你自己，那单殴呢？单殴就是你自己打俺们四个。别废话，那不一回事吗？对，就要削你呢。宝哥吗？行了，我放心了。别搁那儿吹，你动动手，我看看，怎么地吧？别了，
打开枪！别乱搞，打开枪！躲开点！哎，老四稳住了，怎么地？这是一个动作戏啊。OK。说吧，你选群殴还是单挑？你选群殴就是我们四个，群殴你一个；你选单挑就是你一个，单挑我们四个。哦，你敢动手吗？别说我不敢，怎么地？再来一遍，你说吧，你选择单挑还是群殴？完了就是怎么地吧？说地吧。怎么一遍比一遍少啊？他在帮你做减法。你说，今天你是想群殴还是单挑？想群殴，我们四个群殴你一个；想单挑，你就一个人单挑我们四个。啊，怎么地吧？没了呀。OK， 关上吧。你这样，你来上课，行，所有的我给你猜第几集。你说吧，是群殴还是单挑？群殴就是我们四个挑你一个，单挑就是你一挑我们四个。怎么地吧？是乡村爱情有以比武那段吗？哇哇！我猜到，他肯定能猜得到。但是我不知道词儿记不住。重点是词儿对多少个字儿。那就怎么着吧？咱们是群殴还是单挑？单挑就是你一个对我们四个，群殴就是我们四个对你一个，你选吧。我先开始整啊。只要超过16个字就行了。再多说点。老四刘能，你家花圃现在咋样？就多对了，老四那两个字。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雨。徐太宇，大过年的我饺子都没吃你就给我约出来了，到底什么事儿啊？我是来跟你告别的，我要出国留学，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离开多久？有可能一年，有可能两年，也有可能十年，要看我英语四级什么时候过了。哎，那既然要这么说的话，至少也是十年之后了。既然你对我这么有信心，那我们做个约定好了。嗯。十年后的今天，还在这里，我们再见。好呀，十年之后，我在这儿等你回来。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这个是我送给你的围脖，你在国外读书要是冷的话，带上它就会想起我了。哇，谢谢，你真贴心。哎，你在哪儿读书来着？沙特阿拉伯。哦，那留着擦汗也行。你闭上眼睛，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猜猜看是什么？你绝对猜不到。不会是项链吧？把眼睛睁开吧。哟，对不起啊，每次都这么破坏氛围。没事，你这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还记得我们那首歌吗？我记得。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
林天星，我要走了。十年后，在这里，我们不见不散。徐太宇，十年后，我们不见不散。爱到尽头，湖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麻烦你让个地方好吗？我正在这等个人。抱歉啊，我也在这等人。我是徐太宇。你是徐太宇？可拉倒吧。我真是徐太宇。你看、还记得送我那围脖吗？哎呀，你真是徐太宇啊。我真是徐太宇，真心的妈妈。什么真心的妈妈呀？我林真心。你是林真心？我是林真心。那我送你那条项链呢？去年戴崩了，现在这不改了个手链吗？哦、你真是林真心，真是徐太宇。对，这真是徐太宇，徐太宇。哎，你干嘛去？啊，不是你干嘛呀？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呀？我只是我突然这么一见到你吧，我稍微有点不适应。我还有点不适应呢。那我问问你吧，你说你怎么变这么黑呢？我不是去阿拉伯了吗？啊。倒腾葡萄干去了。哦，晒的。对，有点晒过劲了。哎，真心妹妹啊，那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哎，你知道河豚吗？我当然知道河豚呀。啊，河豚每当受到惊吓的时候，它就会变胖。那你受到惊吓了吗？我不是，我爱吃河豚。哎呀，你得吃几顿河豚才能变成这样啊？讨厌。我不是吃几吨河豚，我吃河豚中毒了，现在稍微有一点点浮肿。真没想到，十年没见，我们俩的变化都真的挺大的。哎，你一会儿有事吗？我没什么事啊。那咱俩结婚去啊。哎呀，妹妹，我们俩一晃十年没见了，突然就这么决定结婚，是不是太草率了呀？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行了，那我先走了啊，哥。妹妹，咱以后常联系啊。妹妹，那我们的十年青春，那不就这么白白浪费了吗？太宇啊，现在分开是耽误十年，现在要在一起的话，那不耽误一辈子呀。那既然这样，你还记得我们曾经写的那首歌吗？记得。那就用那首歌，埋葬我们的爱情吧。埋了它。曾经你是我最想得到的女人，曾经我们的约定现在看来非常蠢，只怪我年少无知没看准，那曾经一个吻一幕幕都是恨，从此不要再相认。行了，买完了，走了啊。贾玲突然之间被一个阳性的网友给吸引住了。阳复姓吗？然后呢，作为好朋友的汪苏泷反复的提醒他，这段感情有可能是会无疾而终的，就是这个情景啊。来，喂，那你的钱够吗？我再给你打一点。你不要再
打了，我爸还有钱。你还记得吗？那年盛夏，那个傻瓜说的傻话。爸，再给我打点钱。哎呀呀呀！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姑娘？我不管，你还有钱。我还有钱，是我跟你妈养老的呀。玲啊，正儿八经找一个吧。我嫁给他，我们俩一起养你。对，姓杨，姓杨，姓杨就会养我呀。下一个情境，故事依然在发展，就是你已经不能自拔，无法回头了。那你还是跟他那个继续那个，你被甩了。我被甩了。喂，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呢？他不知道我爸还有钱啊。可是你还记得吗？那年盛夏，那个傻瓜说的傻话。故事最后的结局是，当线下见面之后，贾玲突然发现那个杨姓网友并不是杨洋，而是杨迪。能把钱都给我要回来。杨迪，你演一下杨迪。玲迪，没想到吧。就你也配骗我的钱。可是我没有讲话，因为怕眼泪落下。谢谢。轻易不要网恋。我们刚刚查出您又得了另一种病。你营养不良啊，得多吃东西啊。可是大夫，我实在吃不下去了，中午我吃了60多个包子就饱了。现在的病人真任性。大夫，哎，恭喜你，哒哒哒哒当，哒哒哒哒哒当，恭喜啊！我听说，我听说你病了。我来看看你，哎呀，这小脸儿，哎呀，别撩我刘海，哎呀呀，这瘦的，哎呀，好凶啊！对不起，当初我不应该抢走你的男朋友沈腾，但是这事也不能全怪我，谁让沈腾经受不住我的诱惑，深爱着我，对我穷追不舍。弄得我真的是不知所措。没关系，因为我知道沈腾这个人呢，就是口味特别的重。当年这首歌他是写给我的。你误会了吧，我唱给你听。好。哥哥门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哥哥心中刀气蹭蹭地躲，妹妹何时让我渡过你呀的河。写完这首歌他就走了。我特别的怀念他，我知道你也不容易，我觉得下半生要不咱俩一起过吧。行，但是我感觉他没走远。而且刚才那首歌的最后一句感觉有点像骂人，你丫的喝。OK， 好，这我们远啊，没看哭出来了吗？贾玲判断一下，哭有几种境界？
有一种表演呢，就是含在眼眶里，擒住那个泪水，对，内心深处要有。不错，不错，不错。陈老师，祝您长命百岁。他的那个眼泪可能因为是腾哥走了。开始。记者马晓奉命采访拳击手爱迪生，没想到在工作中却与爱迪生产生了感情，而刚刚输掉比赛的爱迪生为了拿回属于自己的拳王金腰带，决定向世外高人学艺。这一日他和马晓来到了传说中的武林第一大门派卷帘门。我要跟高人学艺，夺回属于我的金腰带。我要跟高人学艺，夺回我的金腰带。好帅呀！非要来这儿吗？跋山涉水的，你又都把我累瘦了呢。我俩不是同一神。好帅呀！非要带我来这里吗？跋山涉水的，把人家都累瘦了呢。那你要嫌累的话，我就抱着你。呱呱呱！一直抱到结束，后面的剧情都不放下了。能快点吗？这边也挺沉的。必须照做，必须照做。你要不累的话，那你就抱着我。啊，那你就抱着我。哥，你快点，我也绷不住了，快。那你，你要嫌累的话，那我就抱着你走。上去行吗？你穿一下子，咱俩就都趴下了。是是是，是小彤，你搁后边扶一下，你在这儿，你在这儿，你搁后边撑一下胳膊腰。你别让我，你撑着他的腰，可以可以可以。你先抱一个腿，然后我自己穿上来。走啊！啊啊！不行不行！这段别播了。剧情继续往下走。我来，我抱你都行，你知道吗？你穿上来。我沉吗？一点都不沉，轻飘的。你放下说。一点都不沉，轻飘的。哎呀妈呀，咱俩怎么换身体了呢？我这么瘦，这打一拳一点也不抗揍啊。哎呀妈呀，我们怎么互换身体了呢？我这么瘦还怎么打拳一点也不抗揍啊。同样不换你。哎，我这怎么有面镜子？哎，我这不有个镜子？我怎么变成这样了？我怎么变成这样了？又老又矮又丑，又老又矮又丑，还一脸大褶子。可以了，可以了，没脸长褶子，跟沈腾一样磕碜。
可是很有趣。事已至此，只能由你带着我好好学艺了，你可以吗？事已至此，只能由你带着我好好学艺了，你可以吗？我可以，我可以，我做事十拿九稳，我做事十拿九稳。为什么不是十拿十稳？为什么不是十拿十稳？因为还差你这一吻。确认的眼神，我遇上的一个。我还差你这一吻。确认的眼神，我遇上的一个人，我会坚持。哎，哎呀，来了来了来了。魏翔师傅，我是卷帘门大师兄防盗门师爷，若想拜师的话，必须经过我的考验。来，四位一步。第一，请你将这西瓜三秒钟之内吃完，经过我的考验。我吗？对。好嘞。预备，开始。非常好，该你了。我吗？对，小了点吧。三秒啊，开始。呀呀呀呀！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们？那西瓜吃完了，我们能见师傅了吗？不行，卷帘门有一个规矩，如果能将面前的酒喝完，便通过了这关考验。大师兄为你们斟酒，你先来。我要吗？对，你得喝。鹏哥，你现在是女生啊，换完灵魂了已经。多长时间没动过了，在桌子上呢？她是个女的。这个抬起来吧。我啊！一言二进啊！揍你！妥了。哎呀，可以好。第三关，空手夺白刃。你后退一步，来，艾伦。啊！哦，吓死我了！我呢，打你三下，你要三次抓住这个棍，就算你过关。我数到三，我就打。来，准备好，预备，一二三，一二三。你是女生啊？一二三。哦，对，好，沈腾，该你了。不是，他把把都抓住了吗？这不是？对呀、啊，他过关了。打你三次，你要接住了啊！来，准备。预备，开始，一二三！哎呀，一二，你不能把手三，哎呀，一二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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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一顿毒打还没过关，过没过关？反正我没考完，最后一关。熬鹰，盯着这鹰看，把这鹰熬倒了，你们就过关了。真这么想？他咋那么能熬呢？来，你们这边，上楞。上楞是什么东西？哥姐好。你得上桌。我也不知道怎么是你呢。你离鹰近一点，瞪他。你离鹰近一点，瞪他。再近一点，瞪他。
再近一点，瞪他。哥，我这眼睛是嗓子眼儿，怎么眼睛在这儿？这眼睛嗓子眼儿，我得瞪这个。对对对，别瞪我。你何必呢？你整天张着嘴不就？再近一点，再近一点。我们能见师父了吗？可以。在下正是卷帘门掌门人抠门大师。哇，你们竟然都以那个什么反应，你们竟然啊，你们竟然都已经不识字。我是习武之人，你跟我较这个真儿干嘛？你们竟然都已经把鹰给熬倒了，看来我必须要收你们为徒。为师呢给你们找了一个陪练，打败他你就可以下山了，快把人叫上来。你过来啊。你好。你好。你过来啊，你过来啊。来了。我你叫我干什么？到你们了。你叫我们干啥？我要把你撂倒。我也要被你们撂倒。嘿，哇！师傅，这个人简直是不堪一击呀！哎，我也是不堪一击啊。你们已经学成了，可以。三生三世没有见到我的父君娘亲，来到这里看到这情这景，做春泥呵护着我，落花又一流水无情，别让恩怨爱恨凉透那花的春。远处那熟悉的背影，不就是我父君娘亲了吗？说起真身份量
的肉别撑脱，咱俩关注嘴唇体重，别再变成而且我都知道他会先杀我。佳琪，没意义。哎呦，电视剧啊，服不服？我要喝手磨咖啡。都挺好。春春正确。我的天哪，太棒了！滚！佳琪，七个字。七仙女不是，啦啦啦，你是风儿，我是沙。下午哇哦，五个字，五个字，好姐妹，阳光姐妹淘。刚刚说的有两个字是对的，姐妹，时代姐妹花，时代姐妹花，对。哦，下一个，五个字。那个玛丽演前俩字，咱俩演后仨字。这是什么呀？这什么意思呢？我不是《仙剑奇侠传》，花花正确。啊，这为什么是贾玲演的是侠，你演鹏哥奇侠吗？奇侠，然后转是吧？来吧，四个字。掏心窝子。我是什么？女的。对，然后前面。男女。授受不亲。这个我这是什么？嘴。人中。嘴上面。智。对。智什么呀？智商。这是东北作家写的一个东北电影。是什么女什么？是致命女人，致命女人。这太难演了。下一个，几个字？4个字。你俩演那什么吧，我演放学回来啊。放学回家，爸爸妈妈。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我爱我家。啊，父亲母亲，父母爱情。哎，火。我演后边的那个东西啊。鲜花。鲜花插牛粪上。第一个字，咱们第一个。你演不演？第一个字演不演？不演我演。你演。神经病，神对了啊！什么呀？第二个字啊，侠女，你演那个，我演凤。哎，
神龙神 OK OK 神龙哇神龙什么韩熙快说神龙什么神龙土猪我要这群人是你没听过这个典故吗历史典故我带你们去上课我受不了你们了你三个字这是什么大这是什么小那这个是什么长短神龙短钻长不是短神龙对了哎呀玲儿我希望你能听清他说的是神龙你在这还演第三个字呢那能演到一起去啊八个字是吧自己演笑了也真的瞬间演了四个字看一下腾哥在0.5秒演四个字啊！鸡犬不宁。八个字。鸡犬对了啊，鸡犬啊，第三个字。鸡犬升天。前面还有四个字啊，什么鸡犬升天？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心一意说出正确答案。哎呀，真不容易，这八个字，哇，天哪！四个字啊。这次我们演的是一个情境。情境啊。这，我是。给我拉回来呀、啊、哥。到嘴的鸭子飞了所以贾玲演的是鸭子是吧飞不起来了笨鸟先飞叉叉翅难飞正确这个算谁的异口同声挺好挺好你们四个一边笨四个字啊我演前俩你演后俩、哎、好你好你这演法一辈子猜不出来牛郎与织女凤凰传奇凤凰传奇是一个动作动作那个什么箭御箭飞行正确是吧对了那御剑是什么呀我演的是御君剑老祖宗留下一句